办这个画展算是我自己创作到一个段落，给自己的一个成果展，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看不同的生活样貌呈现出来的作品。当下很重要，因为绘画的时候是让你回到当下。那我觉得任何娱乐性的东西，电影、绘画，所有一切都是在提醒自己回到当下。就以油画来说好了，我觉得油画是一种生活经验的堆叠，它就是一直重叠，一直重叠，重叠上去。那就跟现实生活一样，我觉得现实生活是真实来讲是时间它是不存在的，全部都是以经验来堆叠，它只有历史而已。像只有你一个事件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它是一直重叠，重叠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而不是随着跟着时间这两个字跑。那油画也一样，我也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去把我生活的那个每一刻再这样重叠上去重叠上去，然后最后就会完成一件你当下喜欢的那个样貌，但是你之后也许不同的生活经验，你还会继续把它堆叠下去。对，我都自己去法国还有英国去找一些当时的古董饰品，那可能都是十八、十九世纪，都已经一两百年了。那我当然就是会看到里面的，哎，当时怎么可以用那么花那么久的时间去做一件作品，那个意志力是很强的，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美感和它的坚持。那我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典故开始放到我的作品，跟当时的东西跟现代又可以做结合？所以我是看以前的东西再画现代画，那感觉会反差很大，就好像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东西，可是它却非常远，又是后面的。记录自己本身的生活啊，内心的感受，一种像是日记本的感觉一样。那我告一个段落，我把这些日记可能蛮有趣的，用绘画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看，看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一种自己本身在对外界发声的感觉。